赶紧跟我回家，都几点了？放开我不认识，放开我不认识，放开我不认识，放开我不认识你，放开我不认识。啊！小朋友，你怎么了？这孩子，我让他写作业他不写，跟我闹别扭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小朋友，你确定他是你爸爸，不是在闹别扭吗？我不认识他，他是坏人。你赶紧走，不然我报警了。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小朋友，别怕，叔叔送你回家，走吧。叔叔，我们干嘛不报警呀？不行，他们肯定有同伙，万一他们来了就麻烦了。快走啊！这位叔叔为什么不报警，还要带我走呢？不对，这叔叔有问题。叔叔，我看这人多的地方都警察来呀。不行，我们还是离开这里比较好。走走走！放开我，不跟你走！放开，赶紧走！不跟你走！哎，你干什么呢？你这人贩子胆子可真大！我告诉你们。骗我骗不走，我硬来，我去找人，等着。怎么办，小朋友？他去喊同伙了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躲起来吧。姐姐，我家就在前面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劫车就在那边，我们先去车里躲着吧。糟糕，这个姐姐跟他们也是一伙的。等一下，姐姐，不能让那些人贩子就这么跑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刚把第一个人贩子的手机偷了，上面肯定有他的指纹，让叔叔开着通过指纹抓住他们。啊，手机在哪呢？那人跑出来了，我们回去找吧。啊，走，快去找。哎，我们回来，妈妈。那你跟你妈妈先回家，我去找手机。现在你们都跑不掉了吧？报警。